玩无人机在香港已经越来越普及，但在地区成立无人机协会就是第一次。东区无人机协会星期五在北角东岸公园举行成立典礼，现场更加举行东区夜缤纷，有近400部无人机在90米的高空上面交织着不同的立体图案，吸引市民驻足欣赏。